大只有看。你要把它丢上来啊！你要先把它丢上来。那里很多只哦，我刚刚就有看到了，巢里面都在那里休息。哇，好大只啊！哇，溜掉了。那你前面还有，你的前面那里还有。刚我看应该至少有五六只有。加菜了，加菜了，丢上来，丢上来！哇，真是抓鱼高手哎！我觉得最好的战术也抓。选手，如果你跑到像这样子的沼泽环境，你走起来这样子一定会很深、很痛苦、很难过。记得把身体整个直接尽量贴在旁边，贴在旁边，像这样子，有点步步前进，按手去抓草、抓地，你这样就会很好走、很轻松。好，你如果是站起来，你用跑的你会很难跑。再来就是，你看我身上抹那么多。那泥巴，那是因为等它干的时候，冬天它可以保暖，夏天的话它可以防虫，蚊虫它最讨厌这一种了，哦，所以可以保护自己，也是野外求生技能的一种。它很干净，这都很天然的，这不会脏，这不是臭水沟，这都是山泉水，加油。